一起量钱，说无我的代志。等下，在场今天在场有没有带另外一半来的？不管是老公、老婆，还是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应该有。这首歌小三不适合，小三小王不适合。小三算不算？小三小王今天这首歌不适合。小四去门口，那没有了。就告诉你，这是冷男的代志。对啊，没有。好，这首歌这个是林俊逸今年发的新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歌曲。对，这首歌献给你身边的那个伴，冷男的代志，谢谢。很好听哦，啊，趁这个时候听歌，可以牵起你的另外一半的手哈。哦，这边已经快啵了。Hey, cheers.She has
意思是这首歌再唱一遍吗？再唱一遍吗？谢谢大家的手机，我帮你小小小。